西餐没有那么难，只要有心，人人都可以是大厨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福利，现任于君品酒店的行政主厨，经常参与《行囊大主厨》《詹姆士出走料理》等节目，同时是《料理之王三》的首席导师，在餐饮业已经有23年的资历。我会从采买开始，带着你从超市进行食材的挑选，在不负担的时间内，让超市食材华丽升级。接着我会详细教学西式的五大酱汁，酱汁是西餐的灵魂角色，很多的味蕾记忆都源自于酱汁的味道啊、颜色啊，还有香气。只要活用这五大酱汁去混合其他食材或调味品，创造出20道经典西式料理，绝对不是难事。最后，我们会一起打造与家人朋友聚餐的情境料理，营造饭店用餐仪式感，让你与亲朋好友共享一段美味的时光。我想透过这堂课分享的料理秘诀，并打破高级料理费时费工的迷思。无论是法式脆皮鸭胸，或是干邑龙虾浓汤，听起来很困难，但其实你一定做得出来。我是王福利，西餐没有那么难，让我们一起活用超市食材，在不负担的时间内创造出星级料理，